国内没有匹配成功，国内没有，可以去别的国家找。潘教授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吗？我问了，但这需要时间。在图案的血型里要找到符合匹配条件的几率微乎其微，而且以他目前的状况看，恐怕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。他是什么意思？ 潘教授说，少爷的病情不容乐观，而且正在急剧恶化。他没有考虑我开出的奖励条件吗？他考虑了，所以才提出了这样的没有经过临床试验的治疗方案。只不过这个方案会给病人带来很大的痛苦，我们在担心少爷能不能坚持得住。 爸，您怎么又来了？出来活动活动。爸，我的病是不是已经没有办法了？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看这几天。 您亲自来看我好几次了，还有潘教授，他每次来看我，表情都是很沉重的样子。我是你的父亲，来看你是应该的。正因为您是我爸，所以我很了解您。爸，请跟我说实话好吗？爸。 拜托了，爸，我告诉你实情，在国内，和你血型一样的人我们都找到了，也都做了配型，可是没有匹配的。明白了。 但是潘教授跟我说，有一种方法可以试一试，但这种方法还没有经过临床的检测，效果怎么样还不清楚。你也上过医学院，你自己来做判断。谢谢你这次给我一个机会，可以自己做选择。 潘教授还说，这种治疗方法不但危险，而且过程会非常痛苦。知道了，这个我看不懂，拿去给少爷，他自己是学医的，让他判断。好的。 潘教授说，治疗的过程带来的反应会很大，怕你受不了。你父亲说他也看不懂，让你自己决定。你要是决定了，需要自己签字。把笔给我。
韩教授，每次用药后都这样，有没有别的办法？这是药物的代谢反应，没有办法。志军，这个疗程还有几天时间，你要坚持住。不要考虑我。 我只是担心，如果你错过了，就永远就错过了。妈，您不会怪我吧？我只是觉得，我们应该迈出这一步了。 就算不是为了我，也是为了哥哥。我曾经发过誓，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那个抛弃你的人，也不会踏进那个人所在的城市。但为了哥哥，我必须做出这些妥协。 我还会回来看您的。啊，秋爷，伯伯，你又要出远门呐？ 我要去吉隆坡。吉隆坡，你以前不是说过，以后都不去那个地方的吗？是啊，但是这次有特殊原因。再见了，您多保重。啊，你也是啊，你放心了，你的店我会帮你看好了。我会给您带好吃的回来的。啊，说了要算数啊，我等着你回来啊。<笑>再见。啊，再见。 少爷，这只手千万不要动，然后有什么需要的话叫我就好。谢谢，爸。志军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没事的，我能坚持住。你一定会好起来的，爸。 这次给您添麻烦了，志军，你已经感动我了。